龙哥好，龙哥好，你好，哎，把烟丢了吧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久没见，好久不见，嗯，啊，请走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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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谈一会儿嘛，走这边吧，走这边，这里有人在上。我发过来个通知，买了个新手机，大家去玩。你又买了个新手机啊？那我现在是那个对眼。哪个买的？补了银屏那个啊？那我头回生日补的银屏呢？我新买。我头回生日收到那个钱，买了个新手机不在了的。好久生日收到的？你就是我头回冬夜健身那里回来，你这生日还有那么多人来一个呢，哪娃儿没来呀？给你包了一个红，我给你包了个红包啊！你自己去买了手机啊？又收到你信了，又买了个手，又买了个手机。没听到你讲啊？哪里没讲嘛？我跟你讲讲，我买个新手机。那我看都没，那个手机烂了哇！我看都没看到一眼。我拿给你看，我那个手机要自己上分儿噻，还有那个全部是烂了的哦，那个后头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也烂了。当时我不买一个来抵到啊，好，然后我又去补一个，喊我你在那身上去补，一会儿要多收20块钱。你自换了。然后我自己又去换了屏幕，换补了100多。好，我那个新的就不在了。我看都没看一眼，你怕是做梦买了个新手机？他妈做梦，真的买了个。你一直都没拿出来过啊？哎，我一直心里要过年来用的嘛。放到哪里的哇？我一直我讲心里要充电，他说没得电不得行。放在哪里的？放在桌子高充的电。这个桌子高的。嗯。那你问网吧噻？网吧我怎么问哪个啊？你肯定是做梦去了。啊？你肯定是做梦。不是哦，我买了个啊，都很点了，你就回来就买嘛。我做生意收到的钱呢、啊？很点就是这个。很就是这个。打 PK， 我不是进了？你说我进了10000块钱呢、啊？你一共你都取起去，又买了车，又用了，晓得不嘛？哎，用了我那5000块钱在哪去啊？我啷晓得啊？没走重庆去？没下钱。那打算好久下去？过了年。过了年来看来看来，你走十走，你还没那个也啥个十多天一过就打羊城了，就马上过年了，我哪么下去嘛？嗯，我过了年也准备走重庆发展。你不是说你又要出去了的嘛？突然的讲。我也打算走重庆发展，到时候、啊、你也在重庆，我也在重庆，我们也可以有时间一起吃个饭，对吧？嗯。你请我吃个饭，大家不存在呀，又叫哪个请来呀？都不存在，对吧？不存在。我们就正式的这儿就播。各管各了，正式的。凯文那里的，我那手机不啊？手机管我锤子事啊！啷个子手机又扯到起管我的事了？你那么起来干了？啷个是手机管我的事了哇？我折了的。你折了就该我给你买呀、啊。要赔我一个噻。你折了，我要赔你一个。我们那个大家好聚好散，是不嘛、啊？吃饭的得去，请你吃个烧白。大家就明年子、啊，明年子就各干各。明年子又各干各，我他妈老子干都干不住了，那我也开不起老母鸡儿干噻，那个不是也收不到。你去下货噻，那个一天一个月找几大？找来那些开播。你开你的播噻，我肯定要。我肯定要开起走噻。我那个开起。走，好聚好散，大家去吃个烧白。哎。啊。嗯。好、啊。哎，凯文他们在那里，我就喊到一起嘛。一个他们走过了，喊到一起嘛。哎，凯文吃老子几道饭了，狗日的，他可能天在哪里发财了？他发锤这个财。啊，他吃他吃了几道了？我就问他成不成了呀？吃烧白，记不记？你好，你好，吃烧白。不切啊？啊，新手机啊，我看一下。我不切。买成好多钱？600啊，我看视频。650。你看别个那个600那个手机，看到还多行式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华为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手机还可以。你是不是看到张飘飘的手机？哎，多安逸。走了走了，他们打游戏。张飘飘。好了，张飘飘记不记？记不记噻？不记，你不记？吃烧白啊！我不行。你害怕这个龙啊？哦，有点我怕。有点怕啊。嗯。好。你们要不慢慢吃了。再把那个喊到。再把那个喊到。小鱼喊到。小鱼啊。我们三个人。对的，在打游戏。在打游戏。吃烧白记不记？吃烧白记不记？又要吃烧白啊？啊。我又吃饭了。又吃了。嗯。5点过又吃了。你看每次你都要的嘛，那我就给周坤龙2个钱，好，走。
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手机自己摔坏了？嗯，就是该久了嘛，该我给你买一个手机嘛。嗯，就是我是应该的吗？我两个一起合作的呀，合作伙伴。谁跟你合作？又在把钱管起，又拦截我的钱，开完都晓得。谁借了谁的钱？你看我身上的钱。我们俩是，我拍你，手手亲不扯筋，谁跟你合作呀？好好好，那我们有走不行挨钱，你没跟我合作，你跟男女儿简直我们跟他合作伙伴同伙，老子你这样不你拿扯他进来了。我实话实说啊，嗯，我们在重庆真的拍不动了啊，然后在网吧真的拍不动了，去重庆试一下，然后呢我也想去重庆去看一下。你我们现在今天晚上就是请你吃一个大家好聚好散的分手饭，知道吧？嗯，然后呢这个手机张滚龙那手机刚刚看到还可以。嗯，你以后再摔坏我绝对不管了，知道吧？嗯，我给你买一个张滚龙那个同款的手机。嗯，你该上班就去上班，就像以前的日结也好。我想去他货运部去干，你要不要我那房子？我又房租水电什么都是老板出了。你如果去了货运部，嗯，在那里上班，我每个月就前面三个月吧，看你的情况，每个月给你补500。嗯，如果你没有去，我就不补这个钱。好嘞，好吧，你自己上日结也好，你上日结，你真的上了，每天去做了，我也每天给你补50。嗯，你自己去找，能够找100多吗？肯定啊。但是这个不好证明了，但我这个不好证实。活路轻巧，意思收点货，责任大。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上班了。嗯，我也不可能给你。你说你都打不炫了，我不去吗？啊，网吧拍不动了哇，我不可能给你养老吧？周桂龙，讲实话，你肯定养不了啊。你要去上班，你前期呼不动，百万可以支持你，知道吧？补助你。如果你不上班，我不可能一直养着你。手机这个问题，我就答应你了，好吧？可不可以？嗯。开不开心呢？开心。开心，讲个拜拜。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！再见。以后在我面前说话，随时随地小心一点。哦，低调点，低调点。一天给我两个，给谁两个吼啊？就这样。好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。啊。然后我去给他吃一个分手饭，吃个烧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